嘿，各位，今天我要跟萌娘这位大实况主一起来玩一下这个新模式，新出的 TX 模式。萌娘，你要不要打个招呼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萌娘。OK， 我们介绍完了，直接开始吧。然后这个模式呢，看起来相当的 special。好烂哦！哎，我们是真的烂。哎呦，好帅啊！哎，你怎么跟我选一样的啊？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哎，他这个箭头，哎，还有这个准心。哎呦，这个，哎，为什么会丢那个？我没有按东西啊，还是哎呦，哎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按我怎么可以滚？空白键呢？哦。这傻小啊！哎，然后这滚进去黑洞。我没有复活了，复活了。哎，它会有血条哎，然后换子弹也会有那个，对吧？子弹的显示。啊，打到自己队友会显示那个红红的，对吧？哎，不会啊。没有啊。啊，不然你刚刚怎么会那个？升等吗？还是哎，它可以捡经验呢？有经验球啦，有经验球。这个子弹会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干嘛？这可以捡吗？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可以捡呢。哎，他这个 B 也有优化，这朔月银牙。我这是黯蓝之月。哦，关刀，关刀哎！哎，这次有点硬。这边还有一把红色的。哎，这是谁？后面这是谁？啊，你又没锁房。哦，对吼。哦，那走吧。四好像就是丢手雷。哎，对。啊，这是技能呐、啊。啊，三就是差一个人。哦，好帅哦。哎、欸，我电光拳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右键可以，这是什么？右键是什么？回血、欸，我右键是回血。我有个电光拳帮我电哎、欸。为什么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下面有金色，下面有金色的球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金色的武器，全捡。捡啊捡啊，捡捡。还会有技能啦。哦，所以你捡的时候会有技能。就不一定，不一定什么哦。前面还有个紫色的怪，紫色的怪。哎、欸，我有那个、欸、红白、欸，红白、啊，可是我没子弹，红白不能右键，它只能左键。该好烂哦、喔！哦，哎、欸，这把会暴击的、啊，好猛哦、喔！我这把会暴击，我、哦、越来越颠覆我的想象。但我有电光球一直电，你看。你可以炸它吗？不能啊。它只是个被动。抓，而且我还可以装瞄准。哦、我被抓死了，靠！哇、哦，好帅！哎、欸，关刀，我拿关刀看看。像我拿关刀的话，我挥它就是一个关刀的弧，一个弧形出来，好屌！你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你了。我在前面啊，我刚死掉了。啊，你是垃圾吧？哎、欸，这个还不错玩呢，感觉啦。我散弹枪蛮烂的。哎、欸，散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散弹枪可以蓄力，哦，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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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喽，嗯，你知道在发光哎、欸，那个蓄力、欸，哦，没有没有，他要等，他充电要时间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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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吼、哦，有看到吗？然后你看我这个关刀，吼、哦，啊，好炫呢、欸，啊，你有什么可以看？哎、欸，他是通关了是不是？哦，妈雷包！嘣！哎呦，有点多哦！来来来，关刀！来来来来，哦！嘣！等级提升，关刀，手雷。他这个手丢出去会有一个爆炸的特效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那个你看那个灰灰那个，对，就一个爆炸特效。每个都要等级耶，好狠。反正就是要叫你一直玩，然后去吸那个经验。啊，我们如果跟在那个大佬后面，就是有火痛，有火痛，就可以一直捡。我换一下枪，我换一下枪。这把是金色的枪。为什么你可以拿金色的了？哎，我死了，操你妈！这把金色的是5.56。哎、欸，干！他每一把武器，他的特殊技能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好帅哦！
像我这把 5.56 它的技能就是能量，能量球，超帅。这真的很痛哎、欸，靠飞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这边哎、欸，他怎么过那么快啦？好难过、哦。他那把是怎样？是很屌是不是？你看他脚下还有那个印记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要把这些东西丢掉。可以合成是不是啊？看。我再可以看别人的。可以耶、欸，可以合成哎。你可以看他装备，你可以看他装备。他四个都是金色的技能，然后四个都是金色的武器，哇，好猛哦！屌哥，屌哥，好狠哦！这要钱？哇，你才1600而已。而且你合起来，你也要看他等级啊。对啊。啊，这个这两个是不一样，这个是花钱买的，看起来是、啊。一个是买的，旁边是合的。对，旁边是合啊，合也要钱。嗯。什么都要钱。太贵了吧？那、啊、这要花多少？我看一下。啊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喝喝完嘞、欸！啊，塞琳鸟，我三个红的喝到一个红的，嗯嗯嗯，啊，然后还花了5000块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凤凰颠簸 啊！你看，我是那个地狱火虫，我右键是这个，哎呦，啊不啾，哎呦，啊这里怎么会有猎魂枪？啊，我看一下猎魂枪。啊，右键是右键是，这是右键，啊左键，左键跟右键不一样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两个就都一样的东西，好烂啊！可恶！你不捡那个吗？金色这个、啊？哪里？这边、啊、这个、啊、没有，我没有看到有金色的。没、欸，我看到有个金色的、欸。没有，我自己看不到，我没有。这就是我拿到的是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这个是加攻击的、欸，金色攻击力的那个技能。哇！哇，赚翻了！欸、你看我，你看我的斧头，看会是什么？你有拿斧头啊？没有吧？哦，我盖伦，盖伦，盖伦，会赚呢！哦，金色的哎、欸！哦，哇，这什么？是金色的，是金色的。我捡到一个金色的啊！等级不够，赚爽爽。我们在后面捡经验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看我，你看我的右键，你看我右键。嗯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叔为什么不能按？等他一下，右键要冷却啊，在上面有写。没有啊，为什么他不能按？又要过关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知道，他要蓄力。假的，真的真的，他上面是一个虎头，你知道吗？来来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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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看虎头啦！哦，我要先走才能存那个。好，快快快快快！哇，一下那么多，一下400、欸，200多400，哦100，好烂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没有，我看哦，我在看。呼呼呼好猛哦！我感觉我死了。还真的他妈可以放呢！好猛哦！然后换，我换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的。我换，哎呦！哎呦，干我地雷好大哦！说你有地雷？我刚有捡到地雷。人的半身的吧？哦！哎呦，我操！哎、欸，就这样就没了吗？哦，他要等啊，他要等。哎、欸，快点，再放一个，再放一个。他冷却时间很久了，他放你吗？哎，有、欸、好多僵尸哦。斩击！哎、欸，我要死，我要死了。别一只哦，他在后面卡我。原来死掉是长这样。我再放一次。来，引爆！哦，大很远呢。哦，是赢了，要下一关了。要要嘛右边是给东西。哎呦，啊他那是什么东西？他小啦。他那个是怎样？哇，他那是火焰。哎呦，哇，南瓜手榴弹的。怎样？我这个比较帅啦。为什么他不让我放？还他有限制说这个是攻击，然后这个是有。有不一样的啊，哦、一个是雷电的，一个是攻击，一个是齿轮的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它是不一样的啦，就是它有分种类，然后只能放同一种。嗯、然后同一种，然后阶级不同，只能放一个。对啊，德告家，那个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